不知道在父亲节、母亲节、孝亲节的时候，你打算送给爸爸妈妈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啊？每一次碰到不管是父亲节、母亲节，我都会想到 我自己小的时候，有一年我跟妈妈感情很深，因为妈妈爸爸常常都在外面侍奉啊，所以妈妈跟我们很亲。我就在想，我一定要送一个很特别的礼物给我妈妈。然后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呢，真的是很长的时间哦，存钱，因为小的时候没有什么零用钱，我就存钱存存存存，一点点存。然后我看中了一样东西。在我们巷口有一个文具行里面，然后我每天放学都去看，就是很怕它被别人买掉，每天看看看看看看，然后终于到了要过节的时候，然后那个礼物也都还在，然后的钱也存得差不多，哇，一切都预备得很好，我就去买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今年母亲节我一定要给你一个很棒的一个礼物，那她也很开心，然后就到了那一天，然后我就把那个礼物拿给我妈妈。是一只玩具狗，一个那毛茸茸的玩具狗。然后我妈妈也在等我要给她礼物，然后我给她一看的时候，我妈妈就然后我就看她那个脸上的表情就，哎，谢谢。但是我知道她一定觉得你怎么送我一个这样的东西？可是对我来讲，那个时候我大概才小学一二年级哦，那个可能是我最想要的东西，我最想要的东西。我太不太能够想到说妈妈想要什么。可是那个是我最想要，我觉得我把我认为最好的一样东西给我的妈妈好，不管她喜不喜欢，但那是我要。我妈妈拿去大概三天，她就很开心，就说哦，好好，小恩给我的。然后三天之后，她说来，小恩，这个给你啊，你妈妈很谢谢你，然后就给我。可见那个东西对她来讲，可能不一定是她很想要的，但是她喜欢孩子的这个心。我也相信我们不管送什么样的礼物给父亲给母亲， 他在乎的是我们的心，给天父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做孩子的送礼物 给爸爸妈妈，有的时候那不一定是爸爸妈妈真的很喜欢的，但是那可能是我们觉得 我想要的，我把我觉得好的给爸爸妈妈。其实做父母亲不是也是一样吗？很多时候做父母亲的人，我们也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也想把最好的给儿女，但是什么是一生对他们来讲真正最好的东西呢？什么是对他们来讲真正最好的东西呢？我想要跟你分享在圣经里面的两个母亲，这两位母亲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也期待把一些东西给他们的孩子，但是什么是对他们的一生当中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呢？请你跟我读两段圣经好吧，先读第一段。这段经文其实是我自己非常每一次读到它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感慨，很多的感触。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得到一些领受在神的恩典当中。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从第三节，但是我们想没有办法读那么长，十四章我们读六七八这三节。我先讲一下它的背景，那里面讲到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她把她心中所觉得重要的东西，他是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得到那些东西，以至于孩子可以做一些事情是他觉得重要的。这个人叫做希罗底，这个做母亲的人，他有一个背景，他嫁给了当时的希律王，可是在他的婚姻当中其实有一些问题。有一位先知约翰，施洗约翰对于他所做的这件事情，他提出质疑。希罗底很不舒服，你管我，但是你希罗底很生气，他就想要有一天找一个机会能够对付约翰。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呢？透过他的女儿。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十四章的第六节，一起来读，一起来，十四章第六节，请。到了约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母亲使她做一件事情，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这件事情有点严重啊。他的母亲
有一个对头。整件事情的对错是非，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母亲心里面觉得说，我要对付这个人，用谁呢？用我的女儿。而女儿为什么能够做成我要她做的事？她必须从这段经文你会看到说，她的女儿很会跳舞，她的母亲大概很努力的训练她成为一个会跳舞的人。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渴望我们的孩子，我们很认真的栽培他，训练他，恐怕因为这个母亲知道说，如果这个女孩跳舞跳得好，她能够很 outstanding 很杰出，有一天因为她的杰出，她就可以得到许多她要的东西。好像这段经文里面说，因为她的女儿跳舞跳得很好，让希律很快乐，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书念得很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很杰出很优秀，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他那样，将来他所想拥有的那些东西他就可以得到。这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做母亲的人，他希望他的孩子努力努力练习，努力跳舞，因为有一天因为你会跳舞，你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会不会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正在面对这样的事情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很认真很努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因为如果你认真你努力，有一天你就可以因为你的 outstanding 很杰出，所以你可以得到很多你所想要的东西。而对这个母亲而言，她让他的孩子因为优秀因为杰出，所以这个孩子可以为他完成这个母亲自己想做的事。其实这一段经文里面，如果 你从前后去看，你会觉得蛮伤心的。一个母亲，我用一个字也许不是很好的字说，利用他的孩子去完成这个母亲自己心里面所想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我们渴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成就一些事，但是孩子不是只是完成我那个，这个母亲可能觉得我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我要去对付那个人，可是我没有能力用我的孩子，我训练我的孩子，将来有一天他能够完成我不能完成的事情。这个例子也许在圣经里面是很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母亲是个很极端的母亲。可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不会也很期待我训练我栽培我造就我的孩子，因为我很期待有一天他也能够去完成一些我这一生我很想做而我做不到的事呢？从整本圣经里面来看，我们的孩子大概不是上帝把孩子给我们，让我的孩子可以圆我这一生无法完成的梦。我在进教会的一段时间之后，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那已经大概20年前的事了，可是对我来讲印象深刻，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个时候，我在电视上做一些节目，所以其实，有一些，我做一个婚姻家庭的节目。那因为这样，有一天有一个观众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讲说，寇先生，他叫我寇先生，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说 我看了你的节目，我很喜欢，但是我很想来跟你谈一谈好吗？说你来。一个做父亲的，他那个时候大概50几岁、他就来找我，就坐在我的办公室里面，然后我不知道他要找我干什么，可他自从坐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他非常激动，我不知道他在激动什么，就是好像他很用力的让自己不要哭，不要。他坐在那里好久都不讲话，那我就等他，等到他稍微平复一点的时候，就说我讲我的故事给你听好不好？我说好啊。他说他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那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遇到很多的战争，所以他没有机会好好读书。他说我很喜欢读书，我非常喜欢读书，可是我没有机会，因为一直都遇到战争。所以他到后来来到台湾的时候，他说我很努力，
他自己说，他说其实他也是聪明的人，是认真的人，是努力的人。有人很努力不聪明，有人很聪明不努力。他说我是认真又很聪明，他觉得我知道我是聪明的，我也知道我是认真的。可是他常常觉得他在工作上面不顺利，是因为他怀才不遇，而怀才不遇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学历，他没有学历。很多地方其实 他觉得他比那些学历比他高的人做得更好，但是他因为没有学历，所以他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后来他结婚了，有了孩子，有一个孩子，他就非常认真的栽培这个孩子。他就说，我当初没有的，我一定要给我的孩子。我相信很多父母亲，我也是做父母亲的人，我们能够体会啊。他说，因为我没有，我当初没有，我没有机会念书，我没有那个环境，我现在一定要给我的孩子。孩子很争气，他说我的孩子从小学、初中、高中都是第一名，一直是第一名，非常优秀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他说，等到他要考大学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孩子，你专心念书，爸爸替你来。他那个时候二三十年前，其实不像现在有什么网络资讯很容易，他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收集资料，收集了各个学校各个科系的资料，然后做了研判。他告诉我，他说我摊在我一房间都是从各个学校收集来的每一个学校的特性，每一个科系的特质研究。最后他告诉他孩子说，念医做医生。他说只要有人就会生病，只要生病就需要医生，医生这个行业永远不会过气。有一些行业曾经非常风雨，后来因为人过剩了，将来 就下去了。他说医生永远不会过气，因为只要有人，只要会生病就需要医生。他说你去念。孩子也很听话，也非常优秀，第一志愿考到台大医学院，而且是医科，不是药剂，不是什么其他，是医科。哇，他开心的不得了，帮助这个孩子。孩子念到大一大三念下去之后，有一天他们需要进到手术房里面去做实习，跟着老师。他说他第一次进到手术房，看到那个刀这样开下去割下去，血冒出来，然后一堆学生在那里看着老师动手术，然后那个血冒出来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个人啊大叫一声，然后嘣昏倒了，他的儿子。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看血的，没有看到血就怕，他真的就昏倒了，然后就被送回家。老师来说，这个孩子非常优秀，但是他真的不适合这个行业，你让他换吧，换到念药剂，念其他的。这个父亲说不可以，他是最高分考进医学，怎么可以去念那个比较低的分数的科系？不行。他跟孩子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爸爸陪你。他告诉我说，他真的做一件 很奇怪的，他就弄了很多小动物来，就那种实验。他说 我们一起来做，克服这个一定是可以克服的，可以克服，可以克服的。他说我告诉你结果，就是他的孩子精神崩溃了。他的孩子精神崩溃，很长的时间住在疗养院里面，然后他吃的那些药使他整个人变成状况非常不好。现在他不能念书，不能看字，不能听，他一边讲一边哭，一边讲一边哭，说牧师啊，我做错了什么呢？我想把我最好的给我孩子，我做错了什么呢？那个时候我的孩子还很小，才念小学，诚实说我那时候不太懂。现在我的孩子也三十岁了，我回过头来看，我越来越能够体会那个父亲心中的忧伤。他想把最好的给孩子，但是什么是最好的呢？他以为最好的就是当初我没有的，我没有，我没有得到，以至于我很懊恼，为什么我会没有。可是谢谢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一个转换？我们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但是什么是最好的呢？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呢？圣经上有另外一个母亲，这母亲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仍然说希罗底所做的事，她的背景如何 是非善恶，我们不去讨论她，光看这个母亲的心。另外一个母亲，她所做的一些事情，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评论，
但是你看看这个母亲的心，我要请你跟我读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你来看看在这一段当中，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你看看这个母亲她所做的，跟她所在她的生命当中她所期待的。马太福音的20章20、21节这两节，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后面说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在想，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如果有一天上帝对我说，寇少恩啊，这几十年你服侍还蛮认真的，来来来，我给你一个恩典，为你的孩子 你求什么我就给你，我会为我的孩子求什么呢？如果今天主问你，你为你的孩子求，我给你一个机会，一件事，你会求什么呢？这个做母亲的人，他求一件事，那个意思就是，那是他的价值观，在他的价值里面说，如果只能求一件，我一定求这个。求什么呢？他说我求我的两个孩子在你的国里面，在神的国里面，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他看重他的孩子在神的国，在上帝的眼中，上帝怎么看？上帝把他摆在哪里？在地上他可能做10个公司的董事长，但在天国里面，这是门口扫地的。或是我更在乎的是，在天国里面他被摆在哪里。是这个西庇太的母亲，她在乎在神的国里，她的儿子一个约翰，一个雅各，这两个孩子在神的国里被摆在哪里，位置在哪里。你更在乎的是什么呢？他在学校里面被摆在哪里？他在公司里面被摆在哪里？他在社会上别人怎么看他，他被摆在哪里？或者我们也有一个价值观说，在上帝的眼中，他被摆在哪里？他被摆在什么地方？什么是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人，我们觉得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我们的价值观？如果只能求一件事，你会为你的孩子，我的孩子求什么呢？求健康，求婚姻，求事业成功，求稳定的生活，求那些都很重要，但是如果只能求一件的时候，求什么呢？ 我自己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常常回过头来问我自己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为我的孩子，我为我所在乎的人求什么？今天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里面，其实有的时候不只是父母亲为孩子求什么，其实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也许你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孩子，反过来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爸爸妈妈是你最爱的人，为父母亲你会求什么呢？为我们最爱的家人你会求什么呢？什么是那个真正的价值，以至于你觉得说只能求一件的时候，我最在乎的是这一件。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都是对我自己来讲是给我很深的感动，给我很深的一些 我常常在想到他们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给我很深的提醒。这两个人，第一个就是马大，玛利亚的姐姐马大。这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其实圣经上非常明显的说，他是爱耶稣，也是耶稣所爱的，耶稣很爱他，他也很爱耶稣，但是这个爱耶稣的人，他也愿意为耶稣服侍，他是很认真的服侍的。像这样的一个人，耶稣给他的评语是什么呢？他忙得不得了，他非常的忙碌，而且他忙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耶稣做的。他把耶稣请到家里来，他请耶稣吃饭，然后到处张罗，张罗吃的，张罗喝的，张罗一堆东西，可是他忙得一塌糊涂，但他忙得不得了。可是耶稣却对他说什么呢？
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耶稣对他，路加福音讲到说，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就是说你忙得要死，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耶稣的意思是说，那个该做的，必须要做的，一定要做的，如果只能做一件你应该去做的那一件，可是你做了一大堆的事，可是该做的事没做，那个一定要做的没有做，这是多悲哀的一件事啊！我觉得圣经里面 我最觉得最悲哀的人里面，马大是一个，忙得要死，做了一堆他觉得该做的事，可是那个上帝眼中觉得必须要做的那件事，那个最重要的事，他没有做，忙得要命。你知道马大做的每一件事情也都是为耶稣做的，都是坐在耶稣身上的，他为耶稣打点吃的喝的，招呼耶稣让他做，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可惜他做的这些事没有坐在耶稣的心上。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他真正在乎的，他真正要的只有一件，很可惜的是那一件玛利亚做了。玛利亚没有做非常多的事，但是他做了一件是耶稣要的事。你知道玛利亚是坐在耶稣的心上，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他知道耶稣要什么，然后他去做。玛利亚做了一件事情，他拿香膏抹主，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往哪里去传福音，不管到哪里去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你知道这是多伟大的一件事，耶稣没有说普天下去传福音都要一定要纪念亚伯拉罕做的，大卫做的，摩西做的，以利亚做的，这些人都非常了不起，但是耶稣没有说非讲他们不可哦。但是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往哪里去传福音都要纪念这个女人，谁？玛利亚做的。玛利亚做的事情是坐在耶稣的心上，他知道耶稣要什么，他坐在耶稣的心上。 我刚结婚的时候，我是学中文系的，后来做这个搞戏剧，那我们这种文学艺术的人都很神经兮兮的。 我刚刚结婚的时候， 每一年呢，这个七梅师母我的她 生日啊，我都要表达那个忠诚，所以就要每年都要为他办一个很盛大的 party， 然后每天要送不同的礼物给他。那第一年送这个玫瑰花，送30朵。那第二年我就要变啊，变一个比较更的哦。但第二年不能是红色的玫瑰花，第二年我要找一个很特殊的一点紫色的，没有看过的。第三年、第四年，每一年都在变花样啊，绞尽脑汁。然后到了第七年的时候，我很努力的，那年我非常非常努力，我去。一个一个打电话，那个时候我其实很忙，侍奉非常多，然后我在电视上工作很忙，可是我一个一个去打电话，我收集了他50个他的好朋友，然后我一个一个打电话跟他说，某年某月他生日，前面生日，拜托你把这一辆空出来，你到哪一个餐厅，我们请他吃饭，给他一个惊喜，哦，不可以讲，一个一个联络，你知道50个人要打多少通电话，不是第一通就打通的，有时候打了快100个电话，哇，联络了很久，他才把这个事情搞定，然后在前一天呢再打50个，怕他们忘记，提醒明天呢我一定要来，我哪个餐厅时间了，弄得我累到。然后呢，我那天我还要假装忘记，然后等到那个到下午的时候，他突然说：“哎，小安，今天我生日。”我说：“对，今天你生日，走，请你吃饭。”拉他去吃饭。他说：“我不要，我在家就好。”不行，一定要出去吃饭啊！然后我就说：“那去吃什么呢？那家餐厅？”他说：“我不想吃的。”不行，一定要吃那家餐厅。我硬拉拉拉拉拉去，拉到那里，他就说：“我不要吃这家餐厅，不行，一定要进去。”然后弄在我们在那个门口弄很久，他来那边真的不要，他就是。到了你生日还有我生日吗？你生日，但是一定要吃这家，一定要。我反正把它弄掉，然后进去，一进去里面，然后里面50个人等了很久啊，然后他一进来就哇 ，surprise！ 大家很兴奋哇，我兴奋极了，我觉得哪有找我这么好的丈夫、啊、哇，那一天吃完回到家里，他就跟我讲说：“小恩啊，我们结婚七年了，
我想我们已经不是那个刚刚开始结婚之后彼此不认识的，我现在跟你讲件事好不好？我其实不想这样过生日，我一点都不喜欢一大群人在一起，我也不喜欢吃到外面去吃饭。我说你搞不错，你知道我打了多少个电话，我花了多少钱，我请了50个人五桌，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时间，花了那种。他就说你直接把钱给我比较好。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做在他的身上，可惜我不是做在他的心上，那不是他要的。从那一天开始，我所有的钱都归他管了，完全不管你爱买什么买什么，你要什么用什么用。我清省了非常多，他也快乐了非常多。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用我们的想法去服侍上帝，用我们的想法去爱我的爸爸妈妈，去爱我的儿女，我们的想法。耶稣跟马大说，马大马大，我知道你很忙，我知道你累得半死，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可是孩子，我真正想要的其实只有一件，可惜你没有做。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我们生命当中那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西庇太的妻子为他的孩子求一件事，但是我们为孩子求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另外一个人是我很佩服的，跟马大完全不一样，就是保罗。我非常非常欣赏保罗。我最喜欢的还不只是他啊，他行神迹，他讲道很棒，他的释经太厉害，他的这个，我更佩服的是什么？是他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只有4章，到了第四章，他写完第四章其实没有多久他就殉道了。但是他在第四章里面分享了一段经文，我觉得太棒了。那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后面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知道他写这段经文的前面是什么？前面的一句话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知道哦，我快要离世了，快要离开这个，也就是说在地上的这一段生命的旅程我已经走到终站了。他知道我已经走到终站了，然后他回过头来看他的人生。你知道这一段话，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信的道，这一段的话是最常被用在追思礼拜里面的。我常常觉得哦，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到走的时候他都喜欢用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而且人一死就突然都变圣人了，不管他活的是有多坏，他或者是做过多少事情，有多少次外遇，就是打老婆打得要死，但是等到一死就突然美好的仗打过了。每个人都这样，但是那是别人歌功颂德，可是保罗不一样，你知道吗？这一段话一点都不是别人对他歌功颂德，这一段话是保罗自己说的。他说谁？说自己。你知道这是一种属灵的自信心。他说我知道我这一生打了很多的仗，那是美好的仗，我打了。当跑的路，上帝要我跑什么的，我跑了。所信的道，主要我持守，我守住了。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什么叫公义的冠冕？公义的冠冕就不是恩典的冠冕。恩典是什么？是人人都有。比如说，老师进到教室来说，来来来，今天带礼物来给大家，一人一个，一人一个，人人都有奖，这是恩典，人人有奖。公义的是什么？是公平的，前三名才有，后面的人没有，这叫做公平的，是公义的。公义的冠冕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公义的冠冕是个人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我佩服保罗是因为他知道他这一生打了很多的仗，而每一场仗都有价值，因为那是上帝要我打的。每一段我跑的路都跑得很辛苦，可是有价值，因为那是上帝要我跑的。那些该持守的我认真的守住了，但是有价值，因为这是上帝要我守的。我再说这一段经文一点都不是别人对他的歌功颂德，而是他自己非常清楚知道，我知道我这一生在做什么，
我知道我这一生所做的事情在上帝的眼中是有价值的，是那个不可少的一件，我做了那一件了，我做了那个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应该做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段时间里面有一个词在教会界里面常常用，就是命定。什么叫做命定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什么叫做命定。有人说命定就是我们华人喜欢讲的命中注定，可是不完全准确。那么圣经里面怎么讲？读圣经 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以经解经，就是圣经自己怎么说的。圣经自己说什么是命定的，请你跟我一起读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来看55章第11节。我想这一段圣经应该是整本圣经里面对命定这个词解释的最清楚的一段。以赛亚书55章11节，一起来读好不好？55章第11节，一起来，请。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发他去成就，有一个刮胡，有没有？那个发他去成就，或意为什么？所命定。那换句话说，这段经文它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在他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什么是他所命定的呢？是他口里所宣告出来的，神宣告他要做的事情，神宣告是这些事情是他要去成就的事情，神宣告的这些事情是他所喜悦的事情，神宣告这些他要的做的事情是必然亨通的事情。神要做的事一定会做成，你要做的，我要做的，不一定会做成，常常到最后就是白忙一场。但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做成。什么叫做命定？就是神把他要做的事告诉我们，他命定那个他要成就的事情告诉我们，而那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神要做的事情太大了，好像一片拼图、哦、你有没有玩过拼图？前面很喜欢玩拼图，刚开始玩什么800片、1000片，后来5000片，一玩有一次他们拿3万片还多少片啊，我大一个，我就说天哪，那要搞多久？他拼的，可是你知道在那个拼图当中每一片拿起来看呢、常常都差不多哎。可是做拼图的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帮每一片找到一个对的位置放在哪。你知道在上帝那个永恒的计划，他的命定，他要成就的事上有一片是你，也有一片是我，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神给我们的位置，站在那个位置上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以弗所书2章10节，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你要看到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有一个他定规把你摆在那个位上，要你在那个位上为主去做的事。以弗所书2章10节，一起来读，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行善。什么叫做善？这里所讲的行善不是指的修桥补路、词汇周济穷人，这里面所讲的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圣经上很清楚的说什么是行善，就是什么呢？跟我一起来念后面那句话好不好？就是什么？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意思是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神手中的作品，而这个作品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把我们造出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而神把我们这个人造出来是付了什么代价来造成的呢？是付他儿子的命、哎、他儿子的命，耶稣基督是神独生儿子的命。我也有一个儿子，当我有儿子之后，我能够体会、啊、我能够体会一点，你要我的命还容易一些，如果你要我儿子的命，我绝对跟你拼命。我真的相信很多父母亲，你懂我讲什么。儿子，独生的儿子，这是多宝贝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上帝为了把我们这个人新造的人造出来，让我们出黑暗进奇妙光明，让我们从那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能够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上帝付的代价
是他儿子的命。而他把我们这个新造的人造出来之后怎么样呢？摆在那里一点作用都没有，随便你爱怎么过就怎么过，不会的。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最后那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件事情，我的制作人他要跳槽到另外一个台去，他就把我找来跟我讲说，少恩，你跟我一起去，你跟我一起去那边，然后呢我们重新开始打天下。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啊，制作人对不起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要决定要进到教会了，我说我不会，我要进到教会里面去。他说你进教会干嘛？我说我要做传道人。他说和尚哦，真的还以为我去做和尚。我说不是和尚，做传道人。传道人跟和尚一不一样？不一样啊。但是他跟我讲说，你给我一年的时间好吗？因为我要去打天下，我需要一个熟人，老练的人。那时候我已经做了很多年的电视，跟我一起去，你跟我去，你跟我一起去。他拿一张支票摆在我的桌上，摆在桌上跟我讲说，寇少恩，你填，你随便填多少钱我都给你。我说还不是这个钱的问题，我说我已经跟电视台签约了，我如果跟你一起跳槽我会要付违约金。那时候30年前违约金是3000万的，卖了我都卖不掉。他就告诉我说，我付。他说我付3000万把你赎出来，然后到那边去，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都给你，都给你。哇，他讲的让我觉得，其实老实讲很心动啊。我在想，我值这么多钱吗？当然后来我没有去，是因为我进教会。可是我要说的是，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另外公司要挖角你，他要挖你的时候，他把你从这个公司挖过去，他付了3000万，他付了3亿，然后你终于去了，然后呢你说，那老板你要我做什么？那老板就跟你说，你猜。会这样吗？那老板说没关系，就在那里，无所谓，没事，有事我找你。不可能的，他付了那么大的代价把你挖去，他比你更害怕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他比你更害怕你浪费时间，因为每一分钟都很值钱，因为他付了那么大的代价。你知道那还只是地上的3000万，只是地上的3亿，上帝是用他儿子的命把我们给赎出来，他比你更害怕，他比你更害怕，比我更害怕我浪费时间，他比我更害怕我这一生没有做他预备要我做的事。弟兄姊妹，再读一遍这段经文好不好？以弗所书2:10，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知道什么是上帝预备要我做的事，去做那件事，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去做那个神预备要我们做的事。求主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做他要我们所做的事。再来读一遍这段经文，以弗所书2:10，一起来，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什么是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的一生里面一定有一个神预备要你做的事，我的一生也有一个神预备叫我做的事，但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知不知道呢？你知道，如果我们一生盈盈碌碌、忙忙碌碌，但是唯独那不可少的一件没有做，那个神预备要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做，我的一生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价值。你可以想象吗？以斯帖如果在波斯的王宫成为波斯历史上最棒的一个皇后，帮亚哈随鲁王那个头脑很不清楚的王，帮助他把后宫治理的好得不得了，帮助他的丈夫把他的版图变成波斯王朝最大的一个版图，厉害得不得了，在历史上她可能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但是独独在哈曼要灭所有的希伯来人这件事上，他没有站出去做神要他做的事。你可以想象吗？在上帝的眼中他没有价值。你可以想象吗？摩西，如果摩西真的成为埃及王子，后来好，他后来做了法老了，哇，他成为埃及历史上最棒的一个法老，版图最大，国势最强，哇，厉害的不得了，独独在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事上他躲过了，
他没有站在该站的位置上做该做的事情，结果呢？在上帝的眼中，也许在历史上，在埃及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他是一个很棒的法老，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价值，因为美好的仗他没有打，当跑的路他没有跑，所信的道他没有守，他没有去做那个神预备要他做的事。弟兄姊妹，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给我们的家，在今天这个这么特别的节日里，在家中充满着你所爱的人，我所爱的人，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在神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都希望把最好，我觉得最好的，最重要的东西给我所爱的人。爸爸妈妈想把最好的给儿女，同样的，儿女我们也很希望把最好的，我觉得最重要的给我的父母亲。我非常爱我的哥哥，我能够把最宝贵的给我哥哥，给我姐姐，给我弟弟，给我的家人。但是求神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西皮太的母亲求一件事。什么事呢？你愿不愿意跟主祷告，让我们家人每一个人都就位，好像那个拼图被摆在对的位置上，如果不被摆在一个对的位置上，常常就是白忙一场，就是白忙一场。许多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我觉得很有价值，我很想做，但是如果那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就是白忙一场了。我进教会的前面十年其实很多的挫折，所以一天到晚想要辞职，想要不干。然后那个时候佳音电台开始，佳音电台开始的时候要找一个台长，许多的牧师他们就来找我说，绍恩，你做了十年的广播电视，你适合，你又是传道人，你去，你去。哇，那时候我动心的不得了，我一方面很想逃我现在的位置，就是传道人的位置，另外一方面媒体本来就是我想做的，我想做的不得了。但是你知道做了牧师，当别人这样问你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答案，就说我祷告看看，我去祷告看看。五个月的时间我怎么祷告神都没有话给我，一直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他们打电话来说，不行了，你今天再不告诉我们，我们不送出去，我们的执照要被吊销了，因为一次不送企划案上去，你一定要去。那一天我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祷告了半天又起来打个电话，祷告了半天读圣经，读第一节第二节，又起来去问问谁，东问问西问问，然后一堆的，一直到最后那段时间里面，最后那段时间我说，主啊，人家马上要打电话进来了，我必须今天给人一个答案，求你给我话。我的圣经摊在桌上，我读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读了大概100遍，就是没有往下读，读一读又去打电话，读一读又去问人，读一读。那个时候我打定主意说，我不要再找人问了，我安静下来去读，读到第三节神就有话给我。那是创世纪第20章，我到现在清清楚楚记得，亚伯拉罕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他的太太就被亚比米勒接走了。神在夜间责备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那是别人的。我读到第三节，读到你是个死人啊，那是别人的，我吓一跳，说我非常清楚，神说寇绍恩你是个死人啊。你知道什么是死人？就是听不见嘛，死人听不见。上帝说，从你第一天问我，我就告诉你不是，不是，不是。但是为什么我听不见？两件事。第一件事，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声音，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当我里面已经有一个决定了，我就是要去。我们常常不是求问神我可不可以去，而是说，主，我要去了，这张支票我已经开了，请你背书。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我做错误的决定，所以上帝你替我背书一下，这样我安心。容许我对你说，上帝从来不为你，不为我的决定背书，上帝只为他自己的旨意背书。若这是你要做的事，在他的旨意里面一定会成就，如果不在他的旨意里面，你一定会白忙一场。求主恩待我们。第一，我为什么听不见？我为什么是个死人？
因为我里面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声音，那个声音盖过了我听不到神的声音。第二，我东问西问，到处问，问了非常多的人，但是问到的后来，问的越多我越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问我爸，我爸说不准去，我问我妈，我妈说赶快去，我怎么办呢？每个人都爱你，每个人都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去给你建议，但是你问的越多越混乱。许多人说，我怎么知道什么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不可少的意见？容许我对你说，上帝更害怕你走错路，上帝比你更不愿意你做一个后悔的决定。他非常希望很清楚地告诉你他回答的，但是不要做一个死人。两件事让你听不清楚神的声音，里面的声音太大，我要我觉得，外面的声音太混乱，到处问。今天你愿不愿意安静下来？我要请敬拜团带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在今天这个，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把主权交还给神，让自己的声音安静下来，让东问西问外面的声音安静下来。今天这个孝亲节，这个这么特别的时刻，我为你祝福，为自己也好，为我所爱的家人也好，求一件事，站在一个神给我们对的位置上，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这就是价值。知道我所在的位置是神要给我的位置，像保罗一样，我知道，不必别人来告诉我对还是不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是对的，我所打的仗是对的，我所做的事是对的，我所持守的是对的。站在神给你的位置上，认真的做神要你做的事，这就是价值。祝福你，这是你为家人求最宝贵的一件事。站在对的位置上，认真的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这就是价值。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应该去接佳音电台，后来我没有去，因为我知道神说不是我。几年之后，佳音电台的台长成为全台湾所有广播电台共同的一个奖，叫金鹰奖。在那个奖里面，全台湾所有的电台选一个最佳台长。后来的那个人，那个位台长唯一入围，唯一得奖。我在电视机前看到他上台去领奖，我跪在电视机前说，主啊，谢谢你，还好你伸手拦住我，你骂我是死人，你拦住我，否则的话我就站在别人该站的位置上。你有玩过拼图吗？那片拼图如果放错了位置，就在那里死命压下去，最后的结果自己受伤，旁边的也被你压伤了。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我求一件事，为我，为我所爱的家人求一件事，放下我的主权，为主而活，里面的声音静下来，外面的声音静下来。我祝福你，今年的孝亲节神给你一个荣耀的礼物，他对你说，当跑的路是什么，美好的仗是什么，必须要持守的是什么。祝福你，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我怎能不为主活。我怎能不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后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谢谢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在创世以前，你接纳我，接纳我这样一个不完全，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你医治我，在我的生命当中。
中，是许多的悲苦在你手里换我怀里，甘甜。我成为不可来，现在活着的。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给你，不可再来。现在活着的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今天敬牧师来领我们祷告，生命本源与你靠你而立。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当我们要散会的时候，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永恒不改变的慈爱、圣灵，今天透过寇牧师的信息对我们说话的圣灵，继续的感动我们，帮助我们一生活出主的命定来。特别在这个聚会要结束前，我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在跟我们一起直播聚会当中做父母亲的、做父亲、做母亲的，甚至做祖父母的，我奉主的名大大的祝福他们，纪念他们为这个家所摆上的。神啊，我祈求你祝福他们身体更健壮，祝福他们灵魂更兴盛，让他们活出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活出的命定来。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Amen。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